我那妈恐妈进去，我最近哩哦，我都啥木口了，那边那个要只妈阿只歪木口头脑，莫是老鹰倒捏个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杨玛丽，来自老挝。我妈妈呢，一天就是闲不住，弄这弄那的。明彩啊，人家谈到那个赌城暴露的地界，俺们不接受噶。真咯，就谈到那个，整木到捏呗，木整来感动就叫木咯。哦，木到捏的。哦。哦，要那这二姑叫木木啊。啊，这可那个地界头开始到啥可种咯？我得嘛。嗯。地叫木叫木噻。嗯。怎么呢？叫个种木掉，让他来药材了。哦，天地个大家有木嘛要嘞？他看那个地树头在屋里叫有木噻。哪里？啊？把衣服穿上去，不穿衣服在外面跑啥？我过来看啥？我妈在干啥？过来看看我爸妈在休息这里。我妈说太乱了，人家都扔掉。我不在可以卖钱，我妈要拿去卖。卖嘛，你先去把衣服穿上啊。那行。你这个吧，拿上我这么好啊！他妈卡里面了吧，出不来了。我捡了嘛，是卡死了。卡死了。这都不用了。这些都不用了。啊。用了，都拿出来了。这就是啊，这就是。来，姐夫一块。啊。哦，这给你留着啊。这是受伤的药。你拿着吧，这是路上要慢慢洗。行。玛丽。啊。这么多箱子，你猜能卖多少钱？你要我猜的吗？啊，让你猜，猜对了卖的钱全部给你。那猜不对呢？猜不对那就给我吧。那我看我是多少人牛头啥多，现在到那了。有人牛头啥多？哎，你这奥特曼也卖了？没有。那你拿出来干啥？你看我来呀。啊，我以为你拿出来想卖了，今天终于卖垃圾了。楼下粉丝给我送的。粉丝给你送的？哦，粉丝为啥给你送了？和你听话有个屁关系。我这样一车也不多嘛，看起来。一车看起来也不多了，我感觉。那大箱子里面有东西没？要放到纸箱子吗？这个已经差不多不用弄了。是不是都是纸箱子？哦。纸箱子就行。这个三轮车拉过去啊。行。这有点重，就交给这个判官头了。啊，这值了。也去卖不了几个钱。卖几个钱就是几个钱吗？放在你账上放。放得下。啊，他们太冷了，抱他回家吧。不要，这他们穿衣服了，不冷了。不冷了吗？哇，有这么爱阿他们吗？嗯，阿他们是我的宝贝。是的，宝贝哦。你叫我们好的哟。今天还变兔子变啥？哦，变兔子陪着那在工厂里磨铁，磨小矮了路，在那让人家好吃，那让人家天磨到年里家。我得嘛，王。我妈说我妈呀，要去看一下，看下这么多纸箱能卖多少钱。没有见过卖破了的地方。行吧，去看一下。你就着就在咱们村子了。啊、哦，慢点啊。你让妈妈下来，下来妈妈坐这，你坐。你看，搁这边在那。嗯。爸爸，我也想去。你也想去？嗯。那你坐奶奶这边。啊，坐好啊。你骑这个。啊。啊、哦，那行，那你骑着。骑着你要坐妈妈的车吗？我坐了吗？你要坐妈妈的车？啊，行。那行吧。妈妈，等你好。
我也爱你哟。你好呀，拜拜。别直播啊。我空气个得要疼到要倒牙乌呢，老老几乐也好，不这来我打你啊！你说了嘛，恐怕真的不这给你哦。哦，要嘛，你然后呢？有蛋炒主要的，要看你有蛋炒呢。来我打你了嘛，这真的恐怕这里哦。哦，要嘛。这面土豆摘了，哦，这今天该吃我家的。我呢，带我呢，啊，干什么？路几路呢？走个，知道跑多了了，懂不？哦，还累路呢。要看嘛，知道跑多嘛。这还有七十几哈。多少斤，老公？七十几，十五公斤。十五公斤啊？嗯。哦。三十几公斤减了十五。妈耶呢？搞几路啊？嗯。我也不切手了，我脱衣服可以吃的。这个可以。行。可以说。可以说。哦。在楼没见我，这个叫啥车？棒秤。棒秤。哎，不动你不动的，我才不动。还是谁不动？加个十五是四十的。四十。路呢？路一家家走路。小阿姑，去包呀！这个秤是怎么称啊？这怎么还有一个一个这个？这是活的秤，它是。哦。画这个有多重就画多重的。这是二十五公斤的。二十五。哦。路老呢要能够记录的，路老想要的。那伢着点了，我都没着了，那倒好。就像那一称好了，我们来这边算一下，看看是多少钱。六十一。六十一啊。嗯。嗯。一二三四五六十一，看看，六十一块钱。六十一块钱，找找一样了你啊。嗯嗯。走。找找一样给倒够嘛。给妈妈，让妈拿着。啊，那你给嘛，你要我都够了。鸡油。鸡油哎，这家没有，老板拿上。鸡油。我妈说，我妈不要，拿出买菜，我们吃就行了。不用，不用，那拿去吃吧，让爸平时买菜去。做谁吃？他在里面还在跳舞，还不回来。阿子欣，你做谁的车？做我妈车。那行。那行。那你两个上车啊，你要多扛。爸。来。爸爸。把那个卖破了的钱给你吧，六十块钱。那六十一。啊。姐，你咋给做啥？给娃买饼干吃去。谢谢姐姐。哦，会后。李二。啊？哎，本来呢，糖豆没几个。哦，没呀嘛。我叫木黄豆木，我说哎，都到早早，到养老哎，要来年给都到。哎呀呀！那边呢，要去买几块木烤糖豆，我说老娘到年个。到个嘛，都莫叫你那老哎莫，那那早早兄弟在那吃木好路就路，要白烤木个嘛。烤木耳呀，倒面糕呀，有木包了蛋呀，倒蛋了，烤了不结呢？老姐姐，要老姐有啊，要有烤老姐姐啊。好的好的，老木烤用肚子好吃呀，你别烤了，就有木烤了，天天就夹呀，叫包子呀，这都给用烤了夹去啊。啊，我都啥木烤的？你拿不落哎，搞我绕一弄都是倒一身，人家别弄菜又烤一弄，夹倒一身倒。老公，啊，我妈说这边的韭菜太值钱了。卖这么一点都能挣六十块钱，老边都是那个十四万多了。我们说在这边如果没啥干，出捡破烂也能挣很多钱。我们也想出捡点的。那捡啥破烂了？那爸妈看球还就行了嘛。那想挣钱了回去咱们给包个大红包就行了嘛。孩子看好就行了。你啊？啊？这老爹，等个哎，那让俺给搞个中会的，弄个木桌，一个怎么行业搞哎，搞上成年了。嗯，抽掉，你啥口掉，但是包海里，南国园里包海嘛。